这些技术性的恶劣行径，你最好不要学，不要看。10到12节是自由座，那我就会偷机点，就是跑去排第9节。那我一上去的时候，我可能就会赶快转弯。25号、25到9号柜台，不好意思，我刚刚没听到，我就赶快跑过去，然后把那个纸这样揉到他。他如果手伸过去，要把你的那个摊开。金马哲点东森超市圣子丹频道，我就问你正常吗？